公司电话，现在怎么办？公司和尚明要我们交出叉差的人头，我们还把人给带跑了。我们和尚明是有合同，可是现在不是还在合同期限规定的范围之内吗？给他人头就可以了，还想要什么？如果叉差愿意跟我们走呢？那他就是我的人。 我当然是要带走的，怎么跟尚明和公司有个交代？找一个人杀掉，把尸体烧了，敲掉牙齿，剁掉双手，没有牙齿和指纹的人，那就是死无对证了。尚明的老家伙会相信吗？他相信也得相信，不相信也得相信。难道他还想对我动手吗？这倒是，他也没那个胆量。但公司这边怎么办，是吧？ 公司是靠我们挣钱的，他们会很高兴，又多了一些生力军。叉差会同意吗？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从内心来说，我希望他们都活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是军人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 你慢慢的跟他们在一起玩吧，我要先去联系一下退路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们要瞒着尚明车队，明白吗？明白 ，Sir。 Everybody， 注意警戒。 老子跟你单挑！二愣是人贪多，你们都是老手，就不用我给你们交规矩了。这一局，你、二李、王，再问一次，你们谁跟我们走？别痴心妄想了，狗杂种！有种打死我！对，有种你就开枪打死老子，老子死都没不跟你玩什么俄罗斯的门徒！来啊！记住了，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下来。 最后问一次，谁跟我们走？放开！杀！住手！住手！够杀着！别打了！住手！ 你！你！
不是想死吗？你死定了！现在战士，把枪拿起来！ 金枪，你在干什么？别动！你怎么回事是他？他是我爸。吴旅的厅长，您不用害怕，我是金枪旅，是国际刑警和中国警察的卧底。他是金枪旅，文总的侦查员。所有注意，没有我命令，谁也不许开枪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回来！今天起风了。 看来是台风。你好，金枪鱼同志。你好，可以走了吧？走。我说慢用。谢谢。太感谢你了。 金枪鱼同志，你现在这干嘛呀？我问你在这干嘛？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废话，要想知道一切，等战争结束再说。金红，红姐。 我带你们去抓尚敏，嗯，简单点，时间长会被跟踪。对面是老温，明白了。哎，金将军，我是白沙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温总，我是龚剑，我现在和金枪鱼在一起。
太好了，你在哪儿？我们准备去找尚明和蝎子，地址一会儿金枪鱼告诉你。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们马上就到，让金枪鱼接电话。是。给。白沙，地址和坐标我一会儿发给你。现在，蝎子已经完蛋了，不知去向，我带他们去抓尚明。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们马上按照你指定位置奔袭。好，注意查收信息，那是地址，就这样挂了。